九巴推出旅客入票，俾来港旅客可以喺一日之内无限次搭九巴同埋龙运巴士，覆盖全港各区超过450条路线，方便旅客四周围去吃喝玩乐。旅客入票在4月27日开始发售，旅客可以选择透过 App 1933在 Econ 页面选择购买入票，输入有效护照的头四个字母和数字之后，可以用电子支付的方式付款。成功俾到钱之后，网上系统会发出16位启动密码，旅客可以利用呢个密码喺 Econ 页面启动入票，喺上车嘅时候向巴士上面嘅收费器扫描入票乘车二维码就可以。唔识得用 Apps 买飞嘅旅客，仲可以去到19个指定销售点购买入票。旅客只需要向工作人员出示有效护照，成功俾到钱之后，就会攞到再有16位启动密码嘅卡片，同样需要通过 App 1933启动之后就可以使用。